船在11点左右离开基隆港。岸边的货柜码头还在工作中，原本早上4点45分起床要看海上日出，结果天气不好而扑了空。这里微微的看见右边东引灯塔的光柱，早上6点多终于看到了东引岛。最早一次踏上这个岛是在1979年，是我当兵的那年头。这一次已经是我第4次踏上这个岛。东引岛，中华民国福建省连江县东引乡，旧称东涌岛。1951年至1998年间，反共救国军驻防于东引马索列岛，由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部直辖，之军级指挥部现在为军事管制区，已建有雷达站和飞弹阵地。下船时正巧下着小雨，算是遇水则发吧。中游最北的加油站，最靠北加油站，景点海鲜龙华，据点风湖堡，前进西引。接下来将先往西引，走中柱堤道，经过中柱岛，相连东西引的重要堤道，经过中柱桥前往中柱岛。中柱岛有着一座亭台树，由蒋经国先生坐下，名为感恩亭，是东引军民为感念蒋经国先生对岛上重大建设的支持所兴建。右侧有一块岩石，貌似观音的坐像，合掌观音，形体惟妙惟肖，一群人等候拍照留念。这一条东引通往西引连堤道路是在1986年完成的。人定胜天占地精神标语坐落于中柱堤道旁边。目前还是军事管制区，所以可以见到阿兵哥活动。国之北疆，从停车场走到国之北疆约10分钟的时间。三色石观音头像，苏布伦号沉船考古介绍，游览西引岛的重要景点。北固教是中华民国目前实际控制领土的最北端。三三据点，据点工程深退后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转为观光景点。结束吸引景点，又回到东引。东引北海风道，当年台海情势动荡，因战略任务需要而开凿。
街道回顾和接受老兵回乡赠礼。东引乡公所提供赠礼鼓励老兵返乡。参观安东坑道，安东坑道路径以30度角向下建造，有464级台阶，全长260公尺。隧道本身长640公尺，具有许多军事设施，设有8个射口，以对准不同的滩头或出海口。1978年11月，陆军第十军团司令部工兵第519营支援东引建设。1980年3月，坑道第一期竣工，第二期1981年由工兵第516营续建。这是1979年我在519工兵营第一连的模样。往下约464阶的阶梯后，就进入了成树之状分岔。四通八达的安东坑道，每条通道都通往海边。由于观测洞口就位在海崖边，旧时是炮口，如今成为了赏海赏鸥峡湾的最佳观景平台。坑道内部种种建设原貌重现，深具观光价值。从观景平台望出，碧海蓝天，奇岩怪石，群鸥飞舞，令人赞叹。当我走在这当年工作的坑道时，却想不起那时候的情景，时间确实也是太久远了。完整参观需时约30到60分钟，且坑道阶梯为陡坡，回程时爬上坡的脚力大考验。东引灯塔，前往东涌灯塔，沿着步道从山下穿过内古池，太白天圣才能抵达灯塔入口。雾泡炮台，东涌灯塔又称为东引岛灯塔，位于是尾山山腰上，全马祖列岛的极东之地，亦有着北疆灯塔之称。纯白色的砖造塔身，高13公尺，洋溢着18世纪欧洲式建筑风格，耸立于悬崖峭壁上。绕过灯塔旁的山顶步道，这一段路被称为东引岛最美步道。垂直落差超过100公尺，壮观的海石崖奇景。一线天以步道及阶梯来联络景点，景观平台右侧岩壁刻有天凤鸣草，在两座山崖之中筑有坑道，并建有一座水泥桥相连。过去，一线天是军事管制区，现今一线天已完全开放，由内往外拍摄的一线天。一大早就搭交通船离开东引，昨晚原想在街道上走一走，却被走完安东坑道的后遗症耽搁了。我们先搭船到南竿，安排了导游和民宿，再转搭开往东莒岛的船。南竿福澳港到东莒猛澳港航程约50分钟。东莒与西莒之间的航程约为10分钟。配合观光发展，已经由战地色彩发射服务
导游还是民宿老板，也是老乡长带队。大部石刻，石刻碑文记载明代著名将领沈有朋于此处生擒倭寇69名之事迹。神秘小海湾吕河崖，海湾内海石地形丰富，海石沟与海石柱酷似男女性器官，令人有无限想象空间，因此民间流传了吕洞宾与何仙姑再次演出激情浪漫故事，故取名吕河崖。芙蓉聚落，芙蓉聚落曾经是东莒岛上最繁华的村落，但因渔获量递减，人口逐渐外移，往日的荣景不在，独留一幢幢残缺的石屋与后方东莒岛灯塔相伴，还有仍默默守护村庄的白马尊王庙。东莒岛灯塔又名东犬灯塔，一旁的洋房被东莒人昵称为白毛城，如今已经全部改为灯塔文物展示馆。这边是不少网美打卡景点，一道长达30公尺的白色防风作用矮墙，有灯塔当背景，又是我马里奥跳跃的拍照留念。奉子第一次尝试也成功拍照留念。雾泡炮台，大部聚落与六四据点。大部聚落在政府补助下陆续修复补错，现已成为游客必访的闽东传统建筑。六四据点，六四据点为过去国军驻守时的营舍与阵地，现在则转型为由东莒社协中心进驻的贩卖部。大部客厅介绍大部地区的文化历史故事。六四据点门口东莒社协中心，因船航班的时间固定，我们很快就结束行程。这一次到东莒，很多景点都没有到访，实在可惜。我在2017年在这里住了一晚，因此走过的景点就比较多，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。前来送行的是民宿老板娘，他们家的传统马索料理还不错吃。我们2017年那一次来就是住他们的民宿。下个行程前往南干北干吉大丘岛。